还记得唱红 Opera 的海豚音王子吗？过后因酒驾撞后逃，持枪威胁人被抓，申请报肥，最近在被判监15。你还记得迪玛希因在歌手飙唱一首 Opera 红遍全中国吗？其原唱俄罗斯海豚音王子维塔斯 Midas 曾以独特的音域走红全球，然而近年却负面新闻频传，形象大崩坏。他近日在被爆出遭拘役15天，原因是拿枪射击乌鸦，犯下轻微流氓罪。然而他现今模样曝光后，也让粉丝大吃一惊。海豚音王子 Vitams 当年帅气的模样，图翻摄自微博。维塔斯沉寂一段时间后，近来再度登上社会新闻。不过比起罪行，他发福的走中模样更是吓坏网友，当年的王子形象完全不复在。维塔斯对于法院判决概括接受，他说确实犯了错，判罚是完全公正的，无论如何都是要签字认罪的，还能怎样？ Midas 登上俄罗斯当地社会新闻，爆肥的走中模样吓坏网友。图翻摄自微博，维塔斯曾坐享名利，不仅是俄罗斯流行音乐领域 GTATU 和 New Virgos 之后又一风靡全球的歌手，其个人网站的日均访问量曾一度超过20万，在当年是相当惊人的数字。但他并没有爱惜羽毛，2013酒驾撞伤骑单车的女子，试图逃离现场后被目击民众包围，最后竟持枪威胁被害人，还狠踹警察腹部，此后声势一落千丈。Midas 登上俄罗斯当地社会新闻，爆肥的走中模样吓坏网友，图翻摄自微博。